这首歌就我自己做的，我一个人做的。然后其实我想把这些音乐做一个多元化的综合，来做一个我自己的 style 的音乐给大家听。Let you know how I feel it。其实还是我自己的风格，就用强劲的鼓跟 bass， 整体感觉就还蛮迷幻。现在是9:55，从昨天练习练到4点，到现在5点4点，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有24小时了。牛啊，我的天！